先看崔丽，再看西丽，角落缝隙灰尘轻松搞定。当时在网上看到的感觉挺神奇的，就给老婆买回来了。二十年前除尘靠双手，又脏又累还浪费时间。十年前除尘靠老式吸尘器，公寓小噪音大，机械很麻烦，买不起也用不起。你以为它只是个吸尘器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换上这个吹嘴，它还可以清理一些平常清理不到的角落缝隙，而且它可以给气球、奶酪、床垫等充气。你以为只有这些还不够，换上这个它还可以抽真空，强大的吸力，这里家里的日常清洁足够用了，而且它的价格还不贵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点我头像看看吧。我没有想到一个国产的吸尘器可以做到这种程度，本来打算花上千元去买一个大品牌的吸尘器，但是我看到了这款的时候，我发现它的品质真的不输大品牌。首先是它的直角设计，握感舒适，操作方便，搭配不同的气嘴、充气泵、抽气泵、鼓风机、吹风机，能做到的它都能做到。如果你看到它的价格，我相信这样的国货之光，你很难不心动。看完视频的你只知道爱图腾吸尘器好用，但你不知道现在来直播间，你买一个吸尘器送个吸尘的、吹灰的、充气的、抽真空，全部都送，还有两个毛刷头加一个水洗替换滤芯，都看到这了，不妨去直播间看看，价格包你满意。